玉米粒还能做发夹，咱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婆婆不注意的时候呢，拿了她一点喂鸡的玉米。我们用剪刀呢，在这个头上面，我们给它修剪干净。修剪好之后呢，我们给它对到一起，对成六个花瓣的形状。这个步骤呢，我们是用热熔胶粘的啊，然后再给它涂上去年买的指甲油，涂好颜色之后呢，我们放到烤箱里面给它烤干了。这就是烤好之后的，我们给它粘上一个好看的珍珠，然后再取出黑钢夹，把做好的玉米粘到上面。把上次做好的口罩戒指呢，把上面的耳朵给它剪掉，粘上一个花朵，这样的好看的戒指就出来了。玉米做的发夹跟戒指我已经做好了，我先来试戴一下啊。我先来戴个戒指，当我们的指环戒指是不是特别漂亮，特别好看，高大上啊？发夹的话，我等一下给我家闺女试一下。这是我家闺女戴上发夹的效果啊，稍微转一点来，看后面来。后面我看看后面的效果。